听友心如潮，故事在燃烧。今天继续给大家讲寺庙的庙祝赵有志的灵异故事。第86篇，装藏。偶像崇拜在全世界许多宗教中存在，有许多早期的绘画作品都跟宗教有关。人们也常常为神明塑像，尤其是道教和佛教。然而与其他宗教不同的是，人们认为每一尊神像，佛教都是有神佛的分灵住在里面，并衍生出了装藏的概念。民间关于装藏的说法是，神佛只有灵魂没有身体，神像佛像便是让神佛寄居的身体。不仅材质上有要求，更需要在神像后面开一个口子，将各种装藏的材料放进去，才能使神佛的灵力更能发挥出来，好比人的五脏六腑。装藏的材料各门各派不尽相同，有的使用各种中草药，有的用经文咒语，有的用各种谷物粮食，还有的简陋一些，直接用五色细线。总结归纳这不同门派的装藏材料，会发现材料虽然都有不同，但都是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齐备的规律，没有任何一套装藏材料是五行有缺的。装藏通常跟开光是一起进行的。民间认为，开光即是请神灵分灵驻守在神像上，借用这尊木雕的身体；装藏则是为这副躯体安置各种脏腑器官。那是去年春天的事，道友唐四郎的庙里有位大斋主捐了一座赵元帅的神像。赵元帅是武财神，很受大家的欢迎。唐四郎决定于农历3月15赵元帅的诞辰这一天给神像开光，并贴出告示通知附近的乡亲们去烧香，又打电话给各地道友，邀大家一起去庆贺，热闹热闹。我也受到唐四郎的邀请，便欣然前往。3月15这天早上出发，当我到了唐四郎的庙，已是上午10点，在庙门口就听见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声音，估计开光法事已经开始了。走到大殿里，发现开光的主法师是冯师傅，这会儿正在做开光科仪，旁边围满了香客。冯师傅本是丹青门人，专门制作各种道教法器，也非常擅长神像开光、打昌之类的法事。我还有唐四郎介绍曾去找冯师傅做了一块令牌。我和其他道友都是来观礼的，便上了份功德法金，各自拿着一把香烛点着了，插在香炉里，然后在不远的位置坐下来看。早有居士们端着盛满热茶的托盘送到面前。法事进行了约莫一个小时，倒要装藏的环节了。这一下可热闹，顿时有许多香客把大包小包的装藏材料放在神坛上。当地人认为，装藏的时候如果自己也出了一份力，将会受到神明的特殊照顾，自是十分踊跃。冯师傅把最大的一个红布包袱打开，见里面不仅有一包药材，还有一对分量不轻的金戒指，一条玛瑙项链，顿时愣住了。我身边的道友打趣道，这边的乡亲们真是太热情了，敬神用这么贵重的东西，可能这个丹青师傅也很少见到吧。我却觉得有点不对劲，冯师傅明显脸色都变了，愣在原地半晌不说话。我赶紧去找唐四郎，这主坛法师突然停下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得让唐四郎过来处理。唐四郎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文件，见我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问道，师兄什么事这么急？我说，冯师傅突然愣在那了。唐四郎说道，愣在那是不是缺了什么东西？装藏的材料绝对够了，我们这里的香客很热情，肯定带了好几份来，要是他忘带了什么法器，让冯师傅去我里面的房间拿就是。大老远的过来了，忘带点什么也正常，你们替我安慰安慰老人家。我急道，不对劲，我看他坛上什么法器都齐备的，就是打开那个装藏材料的红包袱，一下愣住了。里面除了那一包中药，还有一对金戒指，一条玛瑙的项链。冯师傅脸色很不好看。唐四郎拍了一下脑门，恍然道，我晓得了，忘了这茬了，我这就过去。说吧，唐四郎赶紧起身就往门外走。我紧跟在后面，就看见唐四郎走上去扶住了冯师傅，一边在他耳边说什么。冯师傅只是不住地摇头，
目光时不时往旁边打鼓的一位老师傅那里瞟。唐四郎露出十分为难的表情，让冯师傅等一下，接着便安排一个庙里的杂物，拿起扩音器对大家说，上午的法事做完了，大家休息休息，用过午饭之后继续。唐四郎把冯师傅搀到一间厢房里，又吩咐杂物人员把饭菜端到冯师傅房间里，这才松了口气，沮丧地走回办公室里。我连忙跟进办公室，问道，冯师傅是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唐四郎长长地叹息一声，说道，很早的事情了，这都是江湖恩怨。我说，我刚看见冯师傅往那个打鼓的老师傅那瞟了几眼，是不是他俩有什么恩怨？唐四郎点点头，说，就是他。我好奇道，这俩人不是一个班子的吗？有恩怨怎么凑到一起去的？唐四郎说，冯师傅和那个打鼓的吕师傅都是做小轿的，没有班子，平时都是一个人做法事。冯师傅手艺更好些，所以请了这两个人，让吕师傅打鼓，冯师傅做主法师。我又问，同行是冤家，这话不假，既然冯师傅都来了，也做了一上午的活了，那怎么又突然不愿意做了？唐四郎说，问题就出在那个装仓的材料上，要是普普通通的一包药材，什么事也没有，就坏在刚好有一对金戒指了。本来冯师傅就不怎么愿意给人做开光的法事，这看着我是道协会长的面子上答应了，一看到这对金戒指触景伤情，说什么也不肯再继续做。我问道，难不成是跟什么感情有关？冯师傅年轻的时候喜欢的姑娘最后嫁给了吕师傅，一对金戒指是定情信物。唐四郎笑了，说，不是你想的那样，这是挺复杂，差不多快有40年了，我也是听一个老干警说的。我颇有欣慰地坐下，听唐四郎讲起这段40年前的恩怨情仇。那是改革开放初期，经过了10年文化大革命，湖南各地的庙宇道观被毁了10之7/8。到了80年代，宗教政策恢复了，乡亲们也开始筹集钱物重修社庙。有的神像在庙被拆毁之前由乡亲们藏起来了，这时候也纷纷取出来供奉。冯师傅住在浏阳县大围山的半山腰上，和其他的民间法师一样，在文革期间都以务农为生。冯师傅心灵手巧，家门口只有半亩水田，硬是靠养蜂冰筐养活了一大家子人。偶尔也有人家犯煞了，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封建迷信活动，只好大半夜提着油灯爬山路去冯师傅家里请他帮忙。冯师傅从来都没拒绝过，穿山越岭去香客家里做法事，天不亮就回家。事后香客也会帮冯师傅保守秘密，所以冯师傅在那年代却没受什么批斗，做法事的手艺也没落下。刚恢复宗教政策的那段时间，许多村落的乡亲们都忙着重修社庙，其中大部分都已经没有神像了，需要重新请丹青师傅雕好以后再开光。冯师傅这期间也接了不少开光的法事。大围山山脚下的打虎镇是个相对富庶的乡镇，也归浏阳县管辖。由于这里紧靠着北边的一块东西向狭长平原，在往北则是平江县的道竹坪镇，道竹坪则是平江山区的最南端。两个镇子在历史上为了争夺中间的平原耕地，时常发生大规模械斗。改革开放后，打虎镇响应县里的号召，组织群众合资开设私营花炮厂，销路很好，顿时富裕起来。打虎镇重修招贤真人庙时格外肯花钱，先是凑了不少钱，找浏阳最好的工程队来盖了3间大殿，准备供奉当地最有名的招贤真人、关圣帝君和观音菩萨。这是浏阳习俗，道教佛教不分家，庙宇中常常见到同时有神像和佛像供奉，乡亲们把神明、佛祖统称为菩萨。接着打虎镇庙管会又去打听附近最有名望的几位法师，可惜以前那些老师傅要么已经在文革中郁郁而亡，要么丢了所有的手艺不再从事这行。打听来打听去，打听到了总共4位法师，
其中一位就是大围山的冯师傅，另外三位则是浏阳县城和平江的。管委会讨论了半天，最后决定邀请大围山的冯师傅、浏阳县的刘、陈二位师傅共同为这三尊神像开光。毕竟这三位师傅都是浏阳人，文化习俗方面没什么差异。平江虽然也是山区，地理上更近些，但一来两地仇怨积攒了上百年，二来方言和经济方面的差距也很大。平江的丁师傅便未受到邀约，还没到开光的日子，冯师傅就提前一天下山，到达虎镇的招待所里订了一张床位。那时候招待所通常有二人间、三人间，住宿在同一间客房的客人互相都不认识，冯师傅也没理会其他的住客，很早便睡下了。冯师傅怕耽搁了开光法事，隔天天没亮就到了招显真人庙里。这里早已聚集了上百人，就等着神像开光后上第一炷香。等了约莫半小时，刘、陈二位师傅才赶到。三人心照不宣地各从包袱里取出一面锣，敲打着出了庙门。这就是老一辈法师的规矩，去外面的地盘做法事，必须要在附近敲锣。表面上是在邀请附近的乡亲们一起来参与，其实是一种暗号，告诉本地的法师自己受邀来做事，无意抢地盘，做完就走。这时候如果本地有师傅听见了锣声，就会走上前来打招呼，把这里的情况注意事项跟敲锣的人说明白，以助他成功。若是没有这通敲锣声，本地师傅自己发现有外地法师来做事，则会视之为挑衅，会想尽办法破坏法事，让主摊法师出丑。冯师傅敲着锣绕附近方圆一里的大路上走，这时候发现有一个人正跟在自己身后。通常若是乡亲们听见锣声，都会往他身后走，找寻做法事的摊场。这跟在身后的行为有些奇怪，冯师傅不禁多留了几分心。又走了一阵子，发现背后那人时不时的在下意识的点头，而且跟自己敲锣的节奏一模一样。冯师傅开始担心起来，因为这个锣点是有特殊的节拍的，旁人听起来毫无规律可言，根本捉摸不透，不是同行也绝不可能学习这一套锣点的敲法，身后那人一定是本地的师傅。冯师傅故意放慢了脚步，等身后那人追上来好打招呼。可冯师傅脚步一慢，后面那人突然一停步，转身又回庙里了。冯师傅这年47岁，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了，做法师遇见本地同行的次数不少，可这一次实在有些摸不着头脑。冯师傅想了一阵子，继续敲锣，围着大路走了一圈，最后回到庙里跟刘、陈二位师傅问起有没有见到本地的同行，二人直摇头。冯师傅对二位说，你两个当心一点，我怕有人今天要来搞怪做鬼。我刚才出门的时候，有个人跟在我身后，能跟着锣点的拍子点头，我猜他是个同行，但又不上前跟我打招呼，着实有些古怪。刘、陈二位师傅连连点头，感谢冯师傅的提醒。冯师傅带着满心的疑惑跟刘、陈二位师傅分别在三个大殿里设坛起师，做开光法事。由冯师傅给大殿的招显真人神像开光，刘、陈二位师傅分别负责观音菩萨和关圣帝君的神像。三位师傅互相之间隔着墙看不见，心里都有点担心，可开光法事异常顺利，一点差错都没有。冯师傅瞟了一眼刚才跟着自己的那人，发现他正手握着香烛排队准备上香，也就渐渐放下了戒心。这时候庙管会的主事走进大殿来，手里还捧着三个精致的木盒，将其中一个放在陈师傅面前的法坛上，说装藏用这个。冯师傅小心翼翼地打开木盒，里面有一个布扎的小口袋，装满各种药材，另有一对金戒指。放在手里掂量了一下，一对金戒指近乎半两重。冯师傅顿时表情也严肃起来，心知打虎镇的乡亲们对神明敬佩爱戴之情都在这一对金戒指里。他凝重地跟庙管会主事点点头，便开始了装葬的仪式。庙管会主事拿着其余的两个木盒往偏殿走去。冯师傅看三个盒子一模一样，
估计另外俩盒子里也各有一对金戒指。冯师傅捧着木盒绕到神像背后，见神像背面有个方形的活动门打开了，里面是个一尺见方的凹槽。冯师傅将木盒整个放在里面，关上活动门，刚好有把未合上的新锁放在一旁，显然是庙管会提前准备好的，便顺手将活动门锁上。做完了整个开光法事，还没等冯师傅收拾法坛，外面就响起了震天的礼花鞭炮声。打虎镇主要支柱产业便是花炮制造，乡亲们毫不吝啬，纷纷把最好的花炮拿来庆祝。做法事时，只有冯师傅一人在大殿里。等到他收拾好坛场，刚迈出大殿的门，乡亲们便一拥而入，抢着烧第一炷香。当晚，庙管会隆重地宴请了三位负责开光法事的师傅，又给每个师傅包了一个大红包。陈师傅喝了不少酒，眼看是不方便赶回大围山了，干脆在招待所里再住一夜。隔天一大早，陈师傅还没起床，就听见重重的敲门声。在招待所里，有访客是很正常的事。陈师傅睡眼朦胧，对着门外问道：“找哪个？”另外两个房客听见敲门声，干脆把被子蒙住头继续睡，显然认为来客不是找自己的。这时，门外传来了让人不寒而栗的说话声：“我们是派出所的民警，冯一民住在这里吗？”冯师傅顿时一个机灵，立马睡意全无。另外俩人听见声音也突然坐了起来，表情充满疑窦地看看冯师傅，又看看紧锁的房门。那个年代，被民警找上门来可是大事件。这俩人生怕冯师傅是在逃要犯，唯恐冯师傅狗急跳墙，掏出一把刀来，把自己当人质跟民警对峙。他们一动也不敢动，也不敢答门外民警的话，小心地提防着冯师傅靠近。冯师傅有点摸不着头脑，怔怔地走到门前。那一瞬间仿佛很长很长，冯师傅还是鼓起勇气拉开了门栓。将门打开，顿时见到昨日庙管会的主事和三位身穿警服的男子正站在门外。庙管会主事充满敌意地看着冯师傅。冯师傅说道：“我是冯一民，有什么事？”为首的警员向冯师傅说：“发生了一件事，我们接到报案，想请您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冯师傅说：“我收拾一下东西。”三位民警也不着急，就站在门口等着冯师傅把行李装进一个手提包。为首的警员走在最前面带路，让冯师傅跟在他身后。另两位警员一左一右，几乎贴着冯师傅的两肩一起走。庙管会的主事在最后。那个年代，派出所还没有配备警车，五个人一起步行到派出所。路上五个人一句话也没有说，但路过这里看热闹的人却越来越多。有人认出来，冯师傅是昨日在昭显真人庙主持开光法事的，顿时人群中一阵窃窃私语。到了派出所，那为首的警员让其他人在办公室里等着，他领着冯师傅到一个单独的房间里问询。警员也发现冯师傅性格上应该是个老实本分人，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昨天在昭显真人庙，你是负责开光法事的没错吧？”冯师傅点点头说：“是的嘞。”警员继续说道：“你们叫做庄藏，这个庄藏是怎么一回事？”冯师傅说：“就是把一些东西放在神像里面，烧香求愿可以更灵验的。”警员问道：“昨天你装藏的时候材料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冯师傅想了想说：“有一包药材，药材里有海马、蜈蚣、蝉蜕、陈皮、杜仲。”警员打断了冯师傅说：“除了这一包药材还有什么？”冯师傅说：“还有一对金戒指，我在手里掂了掂，足有半两重。”警员拿出纸笔，边记录边说：“这些装藏的材料是你亲手放进神像里的？”冯师傅点点头。警员又问：“当时在场的还有其他人吗？”冯师傅说：“就我一个人，其他人都不在大殿里的。”警员干咳了两声，神情严肃地对冯师傅说：“今天早上庙里发现装藏的材料，只剩下那一包中药，金戒指不见了的。”冯师傅喃喃地说道：“不见了的？怎么会这样嘞？我亲手把木盒子放进去锁上的，没有其他人。”警员把笔录合起来
说，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你是嫌疑比较大的，你再好好回想一下，是不是你往里装的时候不小心掉在地上了，或者还有可能是忙起来的时候忘了装到你口袋里给带回去了。冯师傅这时候才回过神来，明白警员的意思是怀疑自己偷了金戒指，有点着急地说道，我没拿，我的包在这里的，你们可以翻，也可以搜我身上的。警员说，您别着急，先好好想一想，实在想不起来了，我们为了排除嫌疑也得查看一下你的包和身上的口袋。因为从庙管会的主事那里把盒子给你之后，就再也没其他人碰过这个盒子了。今天早上庙管会发现大殿里的神像装藏材料少了一对金戒指，另外两个殿里都是没问题的。你负责大殿神像开光，所以首要的嫌疑人是你。冯师傅无奈，只得回想一下昨日开光的情况，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什么，说，你们搜吧，我确实是亲手把盒子放进去锁上的。顿了一下，冯师傅又问道，有没有可能是祖师爷很喜欢这对戒指，用神通收下了？警员笑了，说，我们办案讲究证据，说句不好听的，就算是神明真的用了什么法术把戒指收走了，最后没有其他嫌疑人，你就是罪犯。冯师傅无话可说，只能仔细回想昨日里做法事的经过。想了一阵子，除了那个敲锣时跟在自己身后的人，也没有其他奇怪的事情了。警员让冯师傅把昨日做法事的经过从头到尾细细讲了一遍，全记录在档案里。这时候，另外一位警员推开房间门走进来，看了冯师傅一眼，连忙走到冯师傅身前去鞠躬，陪着校队正在做笔录的警员说，这位师傅遇见了什么事？笔录警员简要地说了。那新进来的警员眼睛瞪得老大，朗声说道，不可能，这位师傅在我们那里很有名，请他做事的人数不清，怎么会偷一对金戒指？原来这位新进来的警员姓林，本是大围山人，家中也因为有个亲戚曾经犯过煞，家人半夜偷偷爬山路去请冯师傅来做法事，冯师傅做完法事之后再也没犯过，因此对冯师傅极为敬重。笔录警员看了看档案，皱起眉头对林警员说，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冯师傅的嫌疑是最大的，整个开光法事的过程中都只有冯师傅一个人在那间房里。据冯师傅说，他做完法事后就把神像后面的小空格锁上了，这一点跟庙管会的主事说的相符。我们今天早上也去看过了，锁是完好的，没有被撬的痕迹，只有庙管会的人有钥匙，而且另外两个店里的神像背后装的金戒指都没丢，只有冯师傅有充分的作案时间。今天早上是庙管会的成员到齐了以后一起打开神像后面的格子检查，发现少了一对金戒指，这才报案的。这时候林警员接过档案仔细看了看，扭过头问冯师傅道，开光装藏这个事情平时会定期去查看吗？冯师傅摇摇头说，装藏是不能打开的类，除非要退神。林警员对笔录的警员说，我刚才就怀疑这件事可能是庙管会监守自盗，正常情况下谁会去看装藏的材料呢？如果庙管会的人不放心，当时就该派人盯着三位师傅做法事，这件事有蹊跷。为什么是庙管会成员到齐了以后才打开检查？昨天都干什么去了？如果有人怀疑这三位师傅没把金戒指装进神像，按照常理是先自己发现了再喊大家来看，这庙管会的成员全部到齐了以后才打开检查，很像是个早有预谋的家伙。笔录警员说，你说的这些都是猜测，现在一来找不到赃物到底在哪，二来也……冯师傅突然打断了他的话说道，我要说我知道戒指在哪，是不是我的嫌疑就更大了？休息三秒，喝口茶，马上回来。三二一，我回来了。喜欢我故事的听友可以点赞视频以及订阅我的油管频道，搜索燃烧的故事，您的支持是我日更的最大动力。回到故事里，林警员说，您是算出来的？冯师傅摇摇头说，我有个感觉，金戒指没有丢，就是故意往我身上泼脏水嘞。笔录警员合上了档案说，您怀疑是谁做的事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冯师傅说道，做我们这一行的有个规矩，到别处做法事要敲锣，本地的师傅听见了就要出来跟我们打招呼的，如果不敲锣让本地的师傅知道了就会来跟我作对。昨天我敲锣的时候，在我身后跟了个人，他晓得我敲锣，一看就是同行，但不晓得为什么他没有过来跟我打招呼。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个人使坏，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做。笔录警员问道，你的意思是金戒指在这个人身上？冯师傅摇摇头，又说，他既然要泼我的脏水，自然不会自己拿去，肯定还是在那间店里一个不显眼的位置。笔录警员对林警员说，这个怀疑也是有道理的，但没有任何证据，这是完全的猜测。林警员想了想说，这是现在有几个不合理的地方。一，如果是庙管会本来就对三位师傅不放心，那肯定会派人看着的，但冯师傅做开光法事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在店里，说明庙管会之前并不担心师傅会在这里做手脚。二，就算是对几位师傅不放心，又碍于情面不好派人看着，那也应该是开光完当天晚上就去检查，等到隔天早上才去，要是真被偷了，小偷早都不知道跑多远了。三，庙管会早上去检查的时候人全都到齐了，发现金戒指不见了再来报案，这是像是早就约好了一般，不然仓促之间怎么能做得这么周到。笔录警员听罢说，确实不太对劲，冯师傅，你说的那个人长相穿着是什么样，你还记得吗？冯师傅便细细说了。笔录警员说，我今天早上去那庙里的时候见到你说的这个人了，我以为他也是庙管会的成员，但是因为他说的方言跟我们这边不太一样，像平江口音，我还留意了一下，心想打虎镇的庙管会里怎么还有平江人。林警员一拍大腿说，去把他带过来了解一下情况。接着两位警员把冯师傅请到另外一间办公室里，让冯师傅坐着喝茶，但也不让他离开派出所，就在办公室里等消息。冯师傅一直等到傍晚时分，这两位警员才陪着笑进来，跟冯师傅说，事情调查清楚了，戒指也找到了，冯师傅签个字就可以离开派出所。原来两位警官去招显真人庙里找这个平江人，说要他配合一下调查，这人顿时就慌了，神色中透出些不安。两位警官心知有鬼，神情严肃地把他带回派出所里，还没等发问，他便把整个事情交代了。这人姓吕，是平江的一位民间师傅，他家里有个妹妹，年轻时嫁到了打虎镇，吕师傅的妹夫席庆峰也是做花炮的，赚了些钱，给当时正在筹集建庙资金的乡亲们捐了一大笔钱，乡亲们也推举他做了庙管会成员。这吕师傅做法事的手艺稀松平常，嫉妒心却极强，在妹夫的极力举荐下，本来是打算让吕师傅和刘洋的刘陈二位师傅一起给招贤真人庙的三座神像开光，最后大家都不同意，而是让冯师傅顶替了他的位置。吕师傅心有不甘，想给冯师傅下绊子，最后想了这么个办法，先让妹夫席庆峰利用庙管会成员身份多配了一把钥匙，等冯师傅做完了开光法事，大家都去赴宴席的时候，偷偷去神像后面把那对金戒指拿出来，藏在大殿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等到第二天一大早，吕师傅便让妹夫通知庙管会的其他成员说有要紧的事。众人到齐之后，吕师傅说，昨日看见冯师傅开光期间偷偷把那对金戒指收在口袋里了。众人一起看着庙管会主事打开锁，里面的戒指不翼而飞，自然相信是被冯师傅偷去了，这才赶紧去报案。二位警员让吕师傅带着在大殿里找到了金戒指，重新装回神像里。由于吕师傅的行为也够不上盗窃，对他进行了一番批评教育就放人了。吕师傅见打虎镇已经无处容身，后来就去了浏阳县，这一干就是40年。这次开光的法事，吕师傅在一旁打鼓，冯师傅看到开光材料中有一对金戒指，不禁想起了旧事，任凭唐四郎如何劝说也不肯再做下去。唐四郎最后也没办法，只好给吕师傅递了个红包，
把吕师傅送走了，然后亲自去打鼓，这冯师傅才肯把开光法事做完。来参观开光仪式的信众们并不知道，这一场看似风平浪静的法事，竟引出民间法师们40年前的恩怨来。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必须要认真，在自己的专业上多动脑、多用心，不然像吕师傅那样连栽赃都干得如此破绽百出，就算让他当上庙管会会长，并且终身连任，他也永远不会被人瞧得上。好了，听友们，这篇故事到此结束，敬请期待下一篇更精彩。